下一位我们欢迎这个小妹妹。妹妹看妹妹。小妹妹叫什么名字的哈？我们还不知道，等一下要问她一下。哦，小妹妹你来吧，这个麦交给你咯。我这太矮了。妹妹，你需要戴你的耳机哦。小妹妹，你今年几岁呀？今年我43岁了。你要唱什么歌？等一下，你43岁了哈，你好像比我大。我是13岁。你今晚上要带来什么歌？13哈、啊、你现在在哪里读书？你现在读什么？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？哎呀，你问的这么很麻烦，我问你比较好啦。你今晚要唱什么歌啦？你要唱什么歌？好啦，我帮你啦。自作多情啦是吗，妹妹？好啦，现在舞台就交给自信小妹妹啦。如何可以爱，诅咒
小妹妹。好了，来，谢谢你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欢。